他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你会不会再回来？”我跟他说：“会啊。”他说：“你会回来多久是他们，我想说，难得来台北啊，要帮他们多照一些照片。好，那个时候呢，对这条路的心情就是每一次都是充满了期待，每一次要来就会觉得要上山的时候，我很期待再看到我的小孩。所以寒暑假的训练对我们来讲就变得非常的重要。中年级的谁在后面？不管是在我当学生也好，就甚至我当老师了，甚至我的小孩子都还是被老师教育到。走这条路，我唯一次没有，唯一走了但是没有进村的，就只有那一次。那一次是让我非常伤心的一次，非常难过。